诗篇二十四荣耀的君王和他的国的和其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人都是耶和华的，因为他把他立在海上，又把他立在水面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或者谁能站在他的圣地？守节心清，不向偶像高举，也不虚伪的起誓。他必从耶和华那里得福，从拯救他的神那里得公义。这是寻求他，寻求你面的雅各的后代。门啊，抬起头来，被举起来，你们永恒的门，荣耀的王必进来。这位荣耀的王是谁？耶和华大有能力，耶和华在征战中大有能力。城门啊，抬起头来，举起永恒的门，荣耀的王必进来。这位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君王。